是以深度学习 computer vision 为主的一个公司，我们一直算是一个软体公司。那大部分还是过去发展所谓的 ADAS， 那再来是 AI upgrade， 那再来我们现在有一些 HDR camera， 不过是有用在 ADAS 也有，自驾车也有。那重要我们也有拓展到线，那再来是资料的一个处理。我想这一块哈 ，AI 加 IoT 加 cloud 就是 data products 跟 service。我们不可讳言的是 ，video stream 是一个非常丰富啊，丰富的一个 data 的 content 啊，它有非常丰富的一个 data 量。那它可以 create 非常多的 new business， 从 make money， 就是你可以在这边找到很多的。很多从这个 data 的变化来找到更多的一个商务的机会，可是你要怎么得到他们啊？那基本上可能用 AI 的方式来截取到他们啊。那创科就是一个团队啊，提供这个 running tool， 还有所谓的 data parts proceeding 的一个 service。我想这个 data product 这边我第一印象啊，基本上以后走。好，回到这边来，以后的 AI 基本上没有 IoT， 好，没有 Cloud， 基本上不会成一个产品，因为 AI 这种东西基本上有地域性的问题，有地域性的问题，就是我今天把这个产品放到美国的地貌，美国的车子的样态，它有它的使用习惯，所以你必须针对当地去做过所谓的 data training， 所以你没有个 IoT， 你从台湾你怎么去每次飞到那边去做？所谓的服务是不可能，所以再加上现在疫情的关系，你必须透过远端，所以你没有 IoT 你是没办法把你的 AI product 送到全世界去。那要有 cloud 基本上我认为，像 AWS 或者是 Intel、Microsoft 都有一些云端的平台，但是我认为，如果你的 product 是，应该是这样。以后的 data 去决定你的 product 量态，所以它某种程度有 security， 就对你公司来讲，它就是个机密。你的data format 的设计跟你自己的产品会息息相关，所以我从逆向工程的角度来讲，我马上就可以推出你是用什么逻辑再算做你的演算法。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一块来讲，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布局，你才能得到一个所谓的 data product service。 那 service 是因为我刚才讲的 data 带给你的附加效应，你可以帮客户做更多的服务。那 data product 这种东西基本上 catch information 是我刚才讲的 有 service 跟 product 的 purpose， 你基本上会根据你的目的去截取你要的东西，像一个 image 下来就是同样的一个 image，我可以 low service， 我可以 free space object division， 就是我做了什么动作。那你也可以做 object classification 跟所谓的 object behavior， 都 anyway， 你都可以在你这个影像里面找到你要的 product 形态跟所谓你要提供给客人的服务。那今天我带给 topic 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是分享。那我们也是在跟这么多的前辈，其实我先讲，基本上，我们要发展这一块，其实要用合作，而不是用竞争的角度来看。所以我认为所以我今天会把一些题目，当然从几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所谓的自驾车系统没办法在 high level 的自驾车上运作？那为什么在 high level 的自驾车里面需要所谓的 AI vision， 所谓的挑战？那再我带一点点我们自己的 solution 跟 application， 当然这个大家都可以切磋讨教的。今天我的题目是谈自动驾驶，但自动驾驶我把它定义成是在不同的自动驾驶 level。那这是一个 SAE 的 level， 是把它从0到5，有六个 level。那我们的自动驾驶定义在这几个 level， 那这个我很多人对这个应该蛮熟悉，所以我就不 go through detail。但是这边有两个那个方向集团在做，一个是做传统的车厂，
传统车厂是一个叫做渐进的 approach。 那渐进 approach 现在目前整个车厂大家都是 focus 在如何实现 level 2 level 2 plus， 看你怎么去定义。那像 Tesla 现在在谈 level 2 plus， 在大陆很多新创不管是蔚来或小鹏汽车都是在谈 level 2 plus。 那另外一个就是完全就是直接就跳到 level 5， 那像 Google Waymo， 因为全自动驾驶是有最大的商业利益，也自动驾驶可以开创非常多的一个business opportunity。 那我今天介绍不会从 technical 角度在看这个题目，而会比较注重看这整个 overall trend。 还有我们看到的是说，刚刚其实陈姐也谈到说，有一些不是只有 robot taxi， 那其实有蛮多的一些新的应用。那我会在自动驾驶的落地上面会谈到说，我们如何去帮助这些新的应用，怎么帮助他们能够加速这个自动驾驶的落地。那另外一个 trend， 各位知道说，汽车是一个百年工业。那汽车本来是一个非常封闭、而且非常成熟的产业，但是因为这四个 trend， 让汽车进入一个巨大的变化。第一个是 connected， 第二个是自动驾驶，第三个是 shared service， 第四个是电动车。那我不晓得这边有多少人是有看过这个。在1982的时候，那个我们在看 Knight Rider， 那个叫李麦克，我们那时候看的都是蛮 exciting 的，哇，车子可以 talk， 车子可以自己开，车子非常 intelligent， 还可以跟你能够 interactive， 非常 fascinating。 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过40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车子自动驾驶已经在实现了，也开始在 talk。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 exciting 的一个点。那我们也合理三年之中，可以有机会可以加入这个产业的实现， yeah。 那谈到这个 trend， 我们在谈的时候，因为这个 trend， 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在整个汽车产业是经过这么大的变化，汽车本来就一个大的非常 huge 的一个市场，再加上刚刚讲那个四个 trend， 苦业更多的一些 service opportunity， 那你可以想象的看得到，就是说，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汽车产业，所有的产业几乎都会 involve 到这个自动驾驶这个领域，从传统的车业，包括到大的科技公司，甚至新的造车势力，像美国 Tesla 现在变成是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那大陆很多的新的那个新造车，像蔚来汽车、像小鹏汽车，也是一样，都在追逐这个巨大的机会。所有的只要是高科技的公司，几乎都要跳到这个市场，因为这边有太大的一个 business opportunity、yeah。 但是那个刚谈到那个陈先生谈到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单单你谈到每一个 sensor， 其实都有非常多的限制，那这个产业一开始，其实大家都非常 exciting， 甚至 hype 的非常的厉害。有几年前，每一个人都说2020年 is the year， 自动驾驶开始要实现。我太太问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帮我弄一台车？”我说：“你要再等一下，要等多久？你再等一下。”